好，继续回到了台湾的政治来看到，尽管三位角逐总统大位候选人当中，年纪最长的是亲民党的橘子青年军，却是发挥创意，把宋楚瑜包装成了各种角色。除了有火车环台中的宋车长，那么另外呢，还有这个演唱会中很多的民众想到呢，代替鼓掌的拍拍手，也变成了宋省长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。OK。不同车站，相同声音。亲民党橘子军全身跑透透，替宋楚瑜宣传政见。两岸政策、尊宪法、保现状、经济政策、求君富、民幸福。Q 版漫画搭配政见口诀，创意发想，无非是希望大家能听见宋省长的声音。省长拍之后呢，你只要呢背会我们这个政策的口诀啊，两岸政策、尊宪法、保现状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就可以来领一个我们的红包袋。演唱会上最抢手的拍拍手，化身宋省长，左打绿，右打蓝，当成相声用的甲板，背手口诀，来一段宋省长红包，还有这本包装成武功秘籍的政见白皮书，都让你带回家。这本秘籍里面就详细的这个我们的秘籍的政策。啊，这个台湾人600万人、700万人看了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送进总统府了。小小商品，大大吸金。三位角逐2012的候选人，年纪最长的宋楚瑜多了一票青年团助阵，创意不输双鹰阵营。中央新闻李文斌、王正台北报道。